不是说那个乐队就叫西手米，其实那个就叫做女子乐队。女子乐队它是喜的会穿红色，伤的会穿蓝色、暗色，他们有分。西手米的话，其实就是因为要去丧事又不好意思讲，才会讲西手米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，我是阿比林慧君。有句话说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比喻不管干哪一行，只要热血本职工作，都能做出优异的成绩。在台湾有个送葬乐仪队，全都是年轻辣妹组成。他们一扫丧礼给人哀伤严肃的感觉，而是用欢乐的态度送往生者到快乐天堂，甚至还红到国外去哦。帆船帽、俏丽制服短裙搭配高跟马靴，辣妹殡葬乐队一登场，在严肃的告别式中相当吸睛。这么欢乐的音乐，还要丧家能够接受，冲淡不少哀伤。他们清一色都是年轻妹妹，有的拿萨斯风，有的背大鼓，绕着棺木排出花俏队形，告别式变成欢乐 party。创新的表演方式还曾受邀到电视剧里摘角。2013年，英国《每日邮报》还在网页上大篇幅报道，标题写“诡异风潮，女子葬仪乐队横扫台湾”，形容这是台湾对于死去亲人表达爱的一种另类方式。有英国网友看了留言说：“这就是我要的葬礼。”然后有一次，我一个台中旅社的老板，他说：“怎么搞的？就跑到美国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吗？”他说：“美国的那个 CNN 也在报道我，刚好在报道我们的专题。”我说：“哈，真的？”那时候我就哇，真的受宠若惊了。没想到外国的那个报道也会报道我们这边呐、啊。我想说，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乐队而已啊，不足以报道我们。结果居然红到美国，英国也有了。就是觉得还蛮荣幸的，嗯，怎么说？就是没有想过会就是进来，然后有办法发扬光大到外面去。光鲜亮丽的背后下了不少苦功，一场葬礼下来少说要一个多小时，有时还一天连赶三场，连化妆的时间都没有。那平常都是在车上化妆啊？有时候也会在家里先化一化再出门。我们通常一到丧家的话，我们就是准备要下车工作了，所以时间上就没什么多余的时间可以让他们化妆。他们化妆就是在家里化好，要不然就是上车化好这样子。工作的时候严肃庄重，私底下露出娇羞，一见到镜头急着闪躲。哇吗？可以的，赶快救他！快点，没关系的。这样可以当镜子吗？这天，团长把所有团员集合在一块，因为要排练新的队形。对啊，那个圆圈那一个好不好？没啊，那是咪清明国乐园，那是咪有一个熟悉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好不好？排练的花式队形，有团员还不熟悉，一分心就马上出错。唔对啊，做咩只？啊，我咪叫你迄熟悉熟悉，你爱坐另外个队形吗？咩事？你得迄穿穿穿了，你得爱准备啊。发明来到了，你得爱开始准备，准备要哪行迄个啊？你熟悉熟啊，花样爱做出来啊，知不？这位在一旁指正动作的，就是带领这群辣妹的团长郭秀娟，从事西手米工作已经10多年。有同学介绍嘛，然后就接触了这个行业之后，觉得说你这个行业蛮自由的，然后跟自己的个性还蛮符合的，所以就一头就栽进去了。郭秀娟说，原本也是吹奏传统的哀伤音乐，直到有一次灵光乍现，决定试试不一样的曲风。我是从《你是我的花朵》开始，那个比较欢乐一点的那个音乐嘛。然后我刚开始要做的时候，我还蛮担心说，这个商家他接受度不晓得高不高，然后不晓得会不会被骂。结果我一演奏下去的时候，他们有的商家竟然还会拍手。
要捧好这碗饭一点也不轻松，因为丧礼会场大多是露天，冬天要忍受寒风，夏天要在大太阳底下晒。台风天出场的话最危险的，因为我不只要照顾到他们的安全之外，我开车方面也很危险的，因为台风天根本就没办法开车，然后去到场子人家还是坚持要出，我们就是一定要还是要到。他们大多是八九年级的年轻妹妹，不但要记谱记队形，还得面对长时间表演带来的职业伤害。我们就是平常都是这样走，有时候上坡要这样子上去，脚是这样子往上的啊，下坡又这样要顶住，所以他前面这里那个脚的关节会有一颗一颗的，这里哪里这都是一颗一颗的红色的，这里有没有这样会动吗？这里有一整天下来就会痛，所以我们的脚都很丑啊，出门穿拖鞋都不好看。这个啊，甩指挥棒的，因为只能用右手甩啊。所以那是长茧了吗？对啊，有时候还会起水泡。你这样拿嘛，那、你会甩，你会这样甩甩甩啊，之后你这里就会去磨到磨破皮，有可能你姿势不正确。但这些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，因为最难受的还是旁人的异样眼光。我只是经过他们家而已，然后他们就对我们一直一直骂，一直骂，好像很讨厌我们，然后说这样好像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那个运气之类的啊。就连自己的家人也会刻意排斥。我回到家的话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刚跑完那个山的怎样？会触到他们眉头。”然后我就觉得说。啊，我也是出去赚钱的、因为这也是一份正常的工作了，我又不偷不抢，腼腆的笑一笑，但心中却是百感交集。而团员里的大鼓手全梦环回想当初刚踏进这一行，家人强烈反对。我从小就是基督教，然后就是非常虔诚，每个礼拜日都要上教堂的那一种。对，一开始他们不想让他们知道啊，而且也隐瞒大概几个月吧。棺木那个板子没有关，对，那是最深刻的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要上厕所，所以要经过啊，经过难免会看到嘛，你总不能把它当成空气吧，很困难呐、对啊，那是最难克服的。我到现在还是尽量能不要靠近就不要靠近，如果没有关的话。只是让人好奇的，西索米这个名字到底从哪来的？西索米是针对伤的。那喜事的话，有人会讲法拉索。西索米其实来自德国的一首民谣，最前面的三个音。但乐手跟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时，因为不喜欢把死亡、丧礼的字眼说出口，因此用西索米代替。口耳相传下，便以其作为丧礼西乐队服务的隐喻。而其实台湾西索米文化源自彰化的天主堂唱诗班。刚开始是罗厝天主堂，他们要敬拜上帝，所以他就会去组那个乐队，就是迎娶的阵头也会用到，或者是丧礼阵头用到，那其他的人也想用，所以就会包红包给他们，请他们过来演奏。墙上还保留着当时全台第一支西乐队的照片，只是那时候的成员都是男生。会变成全部都是女生，是我们北斗国中的一个老师，然后他就把女学生全部叫来，然后就做制服，然后做好制服之后就很受欢迎，因为全部都是女生。对死亡这件事情，这群年轻妹妹们用全新的态度告诉我们，人要开心的来到世界，离开的时候一样也要开开心心，不要有遗憾。如今把台湾特有的殡葬文化传到国外去，也难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。三二一，耶、以上是我这回分享的故事，听完故事的你有什么心得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哦。如果想看更多呢，也欢迎到台湾大搜索找到阿比妹妹的单元，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阿比林慧君，我们下回见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也睡得更好。太阳
阳新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